Hello， 欢迎收睇《识食攻略》，我系识食特工 Kelly。今次带大家食唔同嘅餐厅自助餐，仲有好多着数优惠添。首先带大家去尖沙咀酒店食三蚝主题自助餐 ，Like 酒店 Facebook 就有七折优惠啦。可以任食多款生蚝菜式，包括纽西兰同埋法国生蚝、海胆酱蟹子焗生蚝、清酒浸广岛蚝杯、鹅肝酱芝士脆饼、吉列炸生蚝、炸蚝饼等。海鲜有加拿大雪肠蟹脚、纽西兰青口等。至于刺身有三文鱼腩、象拔蚌，仲有烧纽西兰肉眼扒。大厨更加会现场即席铁板烧添。甜品方面可以任食摩芬皮雪糕、朱古力喷泉。仲有綠茶流心派、榴蓮蛋糕等。跟住去銅鑼灣食和牛生蠔自助餐，自助午餐最便宜189元就食到啦，可以任食波士頓龍蝦、即開生蠔同埋長腳蟹蟹腳、大骨燒牛肉，仲有和牛壽喜燒同埋鐵板燒，刺身都可以任食噶。甜品有好多選擇，有流心心派丸、水果塔、蛋糕同埋奶冻等，另外摩芬皮、哈根达斯雪糕同埋韩国雪条都可以任食噶。最后去旺角酒店食自助餐啦，网上订座更加有44折优惠，最平只需要299元咋，每位再送一只大闸蟹同埋香槟汁龙虾。自助餐可以任食多款海鲜，有阿拉斯加雪蟹脚、龙虾、青口等。煎法国鹅肝和烧安格斯牛扒都好吸引啊！刺身有三文鱼、吞拿鱼、笔记贝等。热盘有姜葱炒蟹、芝士白汁焗扇贝。甜品可以任食摩芬皮雪糕杯，仲有鲜果千层酥和蓝莓芝士蛋糕等。去入内文睇地址同优惠啦！Yoohoo！